接下来我们的表演是器乐表演，因为器乐这件事情是很麻烦，就是你看上面都要预备好那些谱架啦、椅子啊，还有我们要带的乐器哈、哦。所以我们因为后面还有很多精彩表演，所以我们通常都会把器乐排在第二位。那请大家在吃饱之后啊，然后有运动之后，能够稍作歇息，欣赏美妙的音乐。好，我们给器乐小组这些表演的小朋友、大朋友一个热烈的掌声，谢谢。Gracias.